这两年，很多企业家朋友都开始在抖音、短视频上做起了直播。但只要你做直播，你就一定绕不过平台规则。哪些话不能说，哪些事儿不能做，什么情况会被推流，什么情况会被封禁，平台规则就在那里，也让很多人苦不堪言。事实上，规则是无处不在的，职场有职场的规则，商业有商业的规则。而高手做事，一定先研究规则，吃透规则。高手做事，先吃透规则。什么是规则？规则就是被大多数人认可并遵循的行为规范。大家都知道交通的规则，红灯停，绿灯行。来往的行人和车辆都遵守规则，就能防止交通事故的出现。职场上也是这样，什么事情能做，什么事情不能做，都是有其规则存在的。搞不清楚这些规则，你就会吃规则的亏，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。比如，很多空降兵落地，都憋着一口气，想尽快做出成绩，因此做起事来雷厉风行。但越是如此，反而做不好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只关注事，没有关注人。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，先搞定人，再搞定事情。这就是空降兵想要拿到结果的规则。职场上的规则通常包括两个方面，显性规则和隐性规则。一、显性规则，就是摆在明面上的规矩，公司或团队中的规章、制度，都属于显性规则。比如，公司设立的高压线制度，就是显性的规则。高压线制度是一条红线，不可触碰，一旦违反规则，就要被开除。显性规则很重要，一旦出台就必须人人遵守，执行到底，并且不能随意更改。如果频繁更改，规则就会失去约束性。我遇到过朝令夕改的公司，今天一个制度，明天一个制度，制度、规则都是领导者随口定的，规矩越来越多，大家越来越随意了，都不把规则当成一回事。显性规则要发挥作用，离不开领导者以身作则。二、隐性规则，就是约定俗成、不成文却又客观存在的规则。它不像显性规则那样12345一条条列在那，但它也是无数人用惨痛的教训换来的。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，这个环节有条不成文但很重要的规则，让领导做选择题而不是填空题。所以相比起遇到问题直接问领导应该怎么办，那些在提出问题时能顺便给出几种解决方案的人，往往更容易受到领导的器重。很多人升职加薪很快，就是赢在这些细小的方面。再比如建立人脉关系，它隐含的一个规则是价值交换。人脉不是你认识的人，而是你真正能帮助的人。所以拿到了大咖的名片，不等于你有了人脉。你体现出了你的价值，具备了交换的基础，你才真正拥有了人脉。你看，这就是规则。规则是做事的指南针，你只有吃透规则，才能利用规则确立自己的优势，并达成自己的目的。如何吃透规则？那么，该如何去吃透规则？简单点说，就三件事：观察、假设、求证。一、观察。当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观察。你去到一个小公司，去做一个新项目，先不要急着发表意见，证明自己，要闭紧嘴巴，睁大眼睛，竖起耳朵倾听。看清楚大家是怎么做的，听清楚大家是怎么说的，然后找规律，找共性，理解其中有哪些规则可循。观察不能依赖单一视角，而是要不断调整视角和焦距，看整体，看细节。比如
你接到了一个全新的任务，做直播。你之前没有干过，那你就不能急着直奔主题，一头扎入各种任务细节当中，而是要从整体入手，了解全貌。平台支持什么，不支持什么，同行业的竞对做得怎么样，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，你要看整体，再聚焦本身的问题。整体了解之后，你要深入细节。什么时间点直播比较好？直播间怎么布置？话术怎么引导？有哪些违禁词需要注意？通过细节可以更全面理解事物的规则。见树木，见森林，见人皆所见，思人所未思，这就是观察。二、假设。当你掌握了很多信息，这时候你要有深度思考，假设规则的存在，搭建自己的认知框架。搭建认知框架，你需要有点、线、面、体的结构化思维。点，就是你观察到的现象。比如，你在直播的过程中，账号突然被封禁，这就是违反了平台规则，呈现出来的现象。线，就是从现象到原因的因果链条。为什么账号被封？可能是说了违禁词。说了什么违禁词？你可能不小心说了极限词，最大的、最好的。面，知道因果关系还不够，你还要扩大到面的层次去看待这个事情。直播中不光说违禁词会封禁账号，传播虚假信息一样会被封禁。T， 就是升到高维，从行业、趋势、政策等方面看问题，哪些东西会被支持，哪些东西会被反对，是弘扬真善美、传播正能量的事情，而不是贩卖焦虑、哗众取宠的东西。搭建起认知框架，你就能看清事物的起因、过程和结果，从而做出明智的决策。三、求证。框架搭起来，对规则有了一定的了解，接下来你要去求证，运用到实践中去。有一个所罗门悖论，所罗门是古代以色列的一位国王，特别擅长给别人提建议，而所提的建议能很好地解决别人的困难，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却管理得一塌糊涂。这一悖论告诉我们，知道和做到是两回事。如果你掌握了很多玩法和规则，但没有验证，那你等于什么都没有得到。实践出真知，如果你不实践，就发现不了问题。你不去应用，那你就无法真正的掌握规则。规则有时效性，过了某个阶段未必就再适用了。规则也有排他性，适合别人的，未必就适合你。所以，一定要不断求证，只有不断在实践中校正过程，最终你才有可能真正掌握这个领域的规则和玩法，从而吃透规则，利用规则。最后总结一下，高手做事一定先吃透规则。如何吃透规则？观察、假设、求证、共勉。